子健，你穿马面裙真好看。今天陪你去见韩国客户，当然得展示一下咱中国的文化，保证把他们接待的好好的。金社长，欢迎你们从韩国远道而来。李总好，这位是您的夫人吧？真漂亮，看来你很重视我们这次的合作，夫人都已经穿上了我们国家的民族服饰。是、啊。我跟您科普一下，这个是中国传统汉服马面裙。知道你们的汉服是借鉴我们的韩服吗？大胆！马面裙最早出现在宋朝，是明朝皇帝朱元璋赐衣高丽才流到韩国。要不回头我赠金社长一本中国史书如何？进去吃饭吧。啊，总裁，对不起，现在有个会议在等着你。你怎么搞的？把两个行程安排在一起。对对，哎，别取消，你去开会，我来接待他们。金社长，我给大家准备了点特色毛血旺、糖醋里脊，还有金榜状元鸡，不知道合不合各位的胃口啊？这个香料太重，这个太油了。这什么？鸡头？你们中国人这个也吃吗？山猪吃不了细糠。老两口。啊，您稍等，服务员。都撤点，把你们这免费的自助小料全都上一遍。金社长，稍安勿躁。这才拿出了交代的诚意，不过还是有点遗憾，没有我们国家的泡菜，看来你们还是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。谁说没有？这是我们的国货护肤品完美小金针，它可以。中国的护肤品在世界上是排不上号的。谁说的？它里面添加了重组双胶原蛋白，是完美联合国家基因中心研发了17年的成果。我们突破了技术的壁垒，做到了妈生感双胶原，一型胶原紧致轮廓，三型胶原充盈肌肤。我敢说，这个技术放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。金社长，我将17打开胸脯说，我们的完美小金针绝对比贵国的好。虽然我只会用本国的护肤品，但是你们这么精心的准备，我也只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我出去一下，算了，这么大的钱也算是为国争光了。天哪，这个金银海还不错，外出携带也很方便，大家都来一盒吧。没想到金社长这么喜欢我们中国的产品，已经都喜欢到情不自禁的偷偷用了起来。我们都累了，我们要到下榻的酒店休息了，晚上签约再见吧。这些跟客户聊得怎么样啊？此人口是心非，小菜吃个精光，还把我们的完美小金针全部拿走，茅台都顺走好几瓶。没关系，晚上的签约仪式之后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们。今天的签约仪式我们准备了舞狮表演。这个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韩国也有舞狮啊。哦，是这个丑狮子吗？感觉像是抄作业没抄好的样子。那就给你展示一下我们韩国本土的跆拳道。来，这是我们跆拳道冠军，给你们展示一下韩国跆拳道的气势。天哪，李总，这个吧，你们中国武术比不上吧？是吗？我也略懂一些拳脚，让我上去跟他比试比试。输了可丢你们东道主的脸了。总裁，夫人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十七习武多年，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你们技不如人，还输不起。我要取消合作，这是对你们的惩罚。不是你取消和我们的合作，而是我们要封杀了你。失去中国市场，你们就是失去了所有。我们走。孩子们，机会冒险的，给我一个机会。你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“事不过三”，现在不好。记住了，惹谁，
也不要惹中国人。